今天星期几？今天的日期是2013年6月25日，星期二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的日期是2013年6月25日，星期二。天气如何？下面是今天到这星期日的天气。天气如何？下面是今天到星期日的天气。NBA。热火队在总决赛以4-3领先马刺队，他们以95-88的比数赢得上一场比赛。NBA。 以下是 NBA 上星期五的比数。 C 女，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我们还是别谈这个了。说个笑话来听听。我讲的笑话你应该听不懂，而且也不太好笑。快说个笑话吧。没办法耶，我老是忘记笑点。快说快说。网络搜寻结果如下。快说个笑话吧。有一天魔王抓走公主，魔王说，你尽管叫破喉咙吧，没有人会来救你的。于是公主就大叫，破喉咙破喉咙。这个时候没有人出现了，然后说，好吧，我承认其实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懂这个笑话。